会长、周居士、诸位同修，今天观自在念佛会，邀请学人到这边来跟大家谈谈修福与修慧。这两个字可以说是古今中外一切大众念念当中所需求的，而实在来说呢，圆满的福慧是一切众生本来具足的，本来具足的现在没有了，还要去求。你说这个好笑不好笑？为什么会没有了呢？这就是这一次我们要讨论的问题。佛法是佛陀教导我们，认识自己，认识我们生活的环境。如果真的彻底明白了，这个人我们就叫他做佛，叫他做菩萨。假如他不认识，这不认识这就是迷呀。这迷什么呢？迷失了自己。我们就称他做凡夫。所以这个凡夫跟佛菩萨差别就在觉与迷了。这个觉悟的人呢，福慧就具足了。到佛那个境界，这个福慧就圆满。众生迷的程度也有浅深不同，迷得深的就是三恶道的众生，迷得浅一点的人天两道的众生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的修学就是在破迷开悟。迷怎么破呢？明了就破了，在明了就不迷了嘛。不明了呢，这就是迷惑啊。那么从这几句话，我想诸位也必定体会到佛教教学的目标。佛教教学的宗旨
在过去古老的中国非常重视教育，我们在古书里面见到古人所谓人与动物的差别，其实人也是动物之一，跟其他动物的差别在哪里呢？人觉悟，畜生迷惑，人受教育，畜生没有受过教育。也许诸位会问呢，有很多马戏团里面表演的那些畜生，哎，他也受过教育啊。那个教育跟人受的教育不一样，他那个所接受的是技术的教育，他会表演，人所受的不是这些。但是现代人所受的教育，实在讲也是技能的教育，换一句话说，跟那个马戏团里表演的那些动物啊，相距已经不太远了。那么我们古老的教育是什么？古老的教育目的就是教你明了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社会的关系，人与宇宙的关系，叫你知道在这一生当中怎样做人，做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人品。而佛陀教导我们的比这个宗旨更要深刻，更要广大。佛要求我们要一直到明心见性，因为心性才是自己本人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教育跟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育是以孔孟为代表，这里面也有很大的差距。我们从表面上看，儒家的教育是一世的教育，一生的教育。而佛家的教育则是三世的教育，他讲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个范围就大得太多太多了。因为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啊。无始无终啊，这是佛教育的范围。正如同大乘经上所说，数穷三际，横遍十方。这个才叫真正究竟。
真实的圆满，所有一切大成教都是以这个为目标的。但是表现在现前日常生活当中，表现在现在，跟儒家所讲的就很接近。这个接近是外表上很接近，那个骨子里面不相同，那个不一样。一个是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，一个只有小小的慈悲心。我们常讲啊，爱缘慈，众生缘慈，只达到这。这于佛法上讲的法缘慈、无缘慈，这儒家里面没有啊，所以他只讲到了爱缘慈跟众生缘慈。众生缘慈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博爱。但是孔孟的教育跟佛法的教育的确是非常的接近，那么以佛法来说，后来的这些大德们讲的五乘佛法，儒家的教学那就符合人天成的佛法，也就是说我们一般讲的世间法，而声闻缘觉菩萨呢，这是属于出世间法，超越世间。世间与出世间的界限就是三界六道。假如我们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，这就属于出世间；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的，那就属于世间。这一点我们要注意到。我们念佛能不能往生？能往生，你修的是出世间法。这念佛还不能往生啊，这也属于世间法。这是我们学佛的同学不能不知道的。福跟慧，一个是表，一个是理，往往它有不能分割的。它的体是相同的，如果有福没有慧，这个福报不是真实的，不但
不能成就道业，事业也有很大的副作用。这就是一般人所熟知的叫造业。我们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，财富是福报啊，你有财富，如果你没有智慧，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饮食，这有钱人家吗？一天吃一只鸡，这很平常的事情啊。一天杀一只鸡，吃上几年了，你知不知道你给众生结了多少的冤仇？这些冤家债主，你今天是福报现前呢，这是走运的时候啊，这些冤家对你无可奈何啊，不敢靠近你啊。你那个好运呢，不能永远保持啊。好运走完了，那坏运就来了。坏运来了的时候，这冤家债主就要来报复了。那个时候你怎么办？这就是有福没有智慧呀，往往造作很重的罪业，招得来生不如意呀。这样的业报必定在三途。诸位想想，这哪里是福呢？不如没有啊。有福又有慧，那就好了。他有财富，他可以把这些财富为社会造福，利益一切众生，那他的富贵子子孙孙都享受不尽。可见得慧重要啊。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修慧。你看我们皈依三宝啊，在这个皈依的誓词里面，皈依佛二足尊，这个二就是福与慧，足是满足啊，福慧圆满了，这个是世出世间最受人尊敬的，他的福报圆满，智慧圆满，这是佛了。因此佛教导我们修行，一开端也是教给我们要福慧双修啊，道理就在此地。我们现在在迷味，没有觉悟，所以自性里面确确实实有如来的智慧德相，这个德相就是福报啊，跟如来果地上的福慧没有一丝毫差别啊。但是现在迷失了自性，这个福慧
显现不出来。我们在这个六道里面受这些苦难，佛教导我们怎样处理轮回。轮回不是佛造的，也不是菩萨造的，也不是上帝鬼神造的，与他们通通不相干。轮回从哪里来的？自己造的，这个麻烦大了，自作自受啊。所以这个问题还要自己解决，别人不能帮我们解决。但是我们自己造自己受，自己迷失了所作所为。诸佛菩萨心地很清净，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看我们在造业，看我们在受报。佛菩萨慈悲指引我们，也就是说把这些事实真相为我们说穿，于是我们明白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能够处理。而佛又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好方法，让我们福慧双修。佛的方法虽然很好，也很有效，可是世间人听了之后不相信，不肯去照做。这什么原因呢？没有智慧呀。人家跟你讲老实话，讲真话，你怀疑，不相信。碰到另外一个人呢，骗你，欺骗你，你相信。到吃亏上当的时候才觉悟，觉悟已经迟了，来不及了。这是愚痴。愚痴就是没有智慧，没有智慧就没有真正的福报。想修福，结果修的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实的。真正的福报还得要靠有智慧呀，你才能够修啊，才能种福啊。没智慧到哪去种福去啊？佛告诉我们，这个世间有三种福田。学佛的同修都知道，虽然知道并不很清楚，换一句话说含糊笼统啊。因此对你的修学依旧是没有帮助。这三种福田，第一种是恩田，与我有恩的父母，父母是恩田的。第二呢是老师，佛包括在老师的里面，老师教导我们，
所以对佛菩萨、对老师，这也是福田。今天我们以真诚恭敬心奉事师长，另外是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悲天，我们要有慈悲心对待一切众生。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存的，我们的生活衣食住行都要仰赖广大的群众。我们与一切众生，这个众生是广义的，不仅是有情众生，无情的众生啊，我们今天坐在这个讲堂里面，这个椅子它也是众生，众缘和合而生的，无情的。我们面前摆的桌子，这个我们今天都受用它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一草一木与我们生活都有密切关系啊。我们对这些芸芸众生呢，要以慈悲心来对待，悲天啊。所以佛讲，你要想种福，这三个是福田。佛说的的确很清楚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还做不到呢？你呀，世间话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啊，利令智昏，这个利是本身的利益，把这个看得太重了，把这个智慧呀迷失掉了。这一迷，佛虽然给我们说出这三种福田，我们也不会在这个福田里面真的去祝福。不是佛不慈悲，不是佛不护念我们，我们辜负了佛陀。首先我们从恩田上来看，父母对我们的恩德，几个人知道？俗话常说，到你自己养小孩的时候，你才晓得父母之恩德。这话说的没错，必得要人回光返照，他才能够想到父母的恩德。他自己有小孩，他全心全力照顾小孩，把父母早忘光了，早丢到脑后去了。他都没有想象自己像做小孩的时候那个父母怎样照顾，他不会这么想啊。能够弄回头啊，那就是回头是岸啊。这一回头就是智慧，他不回头啊就迷了，越迷越昏了。他不知道
不知道父母的恩德。佛教给我们修行，修行这两个字的意思要搞清楚。修是修正，行是错误的行为，也就是错误的思想、错误的见解、错误的言行。一桩一桩都把它修正过来，这个叫修行。真正的修行是在心地，也就是说要改心呐。无量寿经上讲的喜心一心，那个才叫真修行。怎么个改法？佛在经论里面有纲领，有细目，这些纲目太多太多，我们真的能够抓到个一条两条，一生呢果然能够依教奉行，你就能得真实的利益。我们晋宗的同修在学会缘起里面提出五个科目，都是根据五经一论，这个经文里面择录出来的。第一个科目，观经里面的三福，我们要修福。佛教给我们怎样去修福，修学真实的福报。三福三条，第一条人天福报，现在我们台湾甚至连美国我也常听到不少人在提倡人间佛教、人间净土，特别标榜人间。人间福报就不能离开这个第一条第一福。第二条小乘福，声闻缘觉成的福报。第三条是大乘福，是菩萨所修的福报。第一条里面有四句，
这个就是纲领啊。大家要想修福修慧，就得从这儿下手。四句里面第一句孝养父母，第二句奉事师长，第三句慈心不杀，第四句修十善业。你们注意想想，你看符合佛常讲的三种福田。第一种啊，孝养父母恩田。第二句奉事师长敬天。第三句慈心不杀悲天。你看三福田都在这个第一福里头啊。而末后一句修十善业，三种福田具足，真正修福要这个修法了。你能够认识清楚，辨别清楚，这是慧，这有智慧，能够依照佛的教训去做，真的是种福田。这四句跟诸位说，要是细讲，包括了整个的佛法啊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，没超过这四句啊。这四句是总纲领啊。我们今天在此地略略地来讲解来探讨，这是属于慧。由慧解而后才肯祝福啊，知道怎样祝福。首先我们对这个孝这个字要认识清楚，你看孝在中国字里面这个字叫会意，上面是一个老字，下面呢是个子，这上一代跟下一代结合，这是一体，不能分割，分开来呀，孝就没有了，所以外国人没有这个字，没有这个观念，东方人有，我们老一辈，再上去还有老一辈，过去无始，儿子还有儿子，往下去看呢，未来无终，无始无终是一个整体，这就是孝。我们要认识清楚，那是自己呀。不是别人啊，
一体呀。从数得看，无始无终是一体；从恒得看，恒遍十方啊，这是一体。所以中国这个孝字，这个符号，要在佛法里面讲呢，它代表的，在佛法讲法界。净虚空变法界就是一个自己，这是真正的事实。我们不晓得，这叫你，谁知道呢？佛知道，大菩萨知道，小菩萨声闻缘觉都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啊！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他才能尽孝啊！啊，那个"孝养"两个字的，他才做得圆满。他不知道他从哪里做起。佛法里面讲迷悟啊，迷的是什么，悟的什么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就是这个孝字。诸佛菩萨悟，一切众生迷了。孝就是禅宗里面讲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啊，啊，就是大乘法里面讲的真我啊。我们在净土经论里面，古大德著述里面常看到啊，他讲到极光净土身土报，身体土是环境，身土不二，一样。这个讲法跟《华严经》上说的“情与无情同源种质”，诸位仔细想想看，一个意思。确确实实这个法界之体就是自己，因此对父母一定要孝养啊，这个孝这个意思就是你明白这个道理，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这叫孝。落实在四相上就是养啊，所以那个养是四的，孝是个理呀，啊，明理是慧呀，是智慧呀，哎，你就懂得怎样去养你的父母了啊，不但要养父母的身体啊，要让他身体健康长寿啊，啊，要让他幸福快乐啊，要养父母之志，养父母之心，父母对你的期望啊，当然，这个世间有聪明智慧的父母，也有糊涂的父母。啊，那个迷惑颠倒的父母对你的期望，那就是完全是利养啊，啊，这明文利养啊，啊，希望你得到这些，这是错误的。啊，
因此，这个养父母里面，不但是养父母之身、养父母之心、养父母之智，最重要的要养父母的智慧，要让他开智慧呀、要帮助父母破迷开悟，帮助父母成佛做主啊，永脱轮回，那个孝养才做到家了啊！这一生对他怎么样奉养好，让他快快乐乐，死了以后还搞六道轮回，这个孝养里头亏欠太多了啊！要让帮助他了生死出三界。这个才叫真的养父母啊！所以在四相上来说，父母总希望儿孙呢，在学业、在事业都能有成就，所以在你读书的这个时代，你功课不好，那就是不孝啊！父母担忧啊，父母难过，那你对不起父母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要用功读书，品性不好，父母也操心呐、也忧虑啊。所以要修养品德，学校念书品学兼优啊，父母欢喜啊。踏进社会，一定要从事正当的行业。我们这个行业不造罪业，这是第一要紧。现在的行业，这个行业是利益社会、利益大众。选择这种行业这种行业是积善积德，这个重要譬如我们举个简单例子，我们开个馆子，我们开素食馆，我们这里不卖荤腥，这个就是不造杀业，符合这个第一佛里面的第三句慈心不杀修十善业。总而言之，不能违背佛的教诲，这个非常重要。那么在家庭里面，如果兄弟不和，父母也难过兄弟要和睦，亲戚朋友也要和睦，要互相帮助，那你这个父母看到的时候，他怎么不开心呢？怎么不欢喜呢？心里面欢喜，他就长寿啊，就健康啊。诸位要知道，老年人疾病多苦多，这些病苦谁给他们？
不孝的儿孙给他的，父母这个心里面呢有结，有忧虑，长远的这个忧虑在心里面就变成了病毒。病是这么来的，如果父母一天到晚欢欢喜喜快快乐乐，他怎么会生病呢？年岁再大他也不会生病啊，健康长寿啊。所以你才晓得这个孝养父母不容易做，不仅仅是单单我饮食上伺候的好，那个是微不足道啊。除这一方面，还有许许多多方面都要顾及到。父母如果是有智慧、有学问、有眼光，对你的期望更不一样，希望你在这个社会上能够做贤人，做好人、做贤人、做圣人，能够利益广大的群众，不仅利益现代的群众，还希望你能够利益未来的大众，这个眼光就远了。习圣习贤，他是圣贤的父母，这受到广大的不但是人尊敬，天神鬼神见到他都尊敬。所以这个养在四上讲，实在说是无量无边。我们讲演的时间很短，只能够略略的举几个例子，希望诸位能够举一反三，多多地去想想，我们才能尽孝道。而孝敬是信德，佛陀的教育，他的目标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！如果人家要问，为什么要成佛？成佛有什么好处？成佛就是获得圆满的智慧福德。这两样东西是大家需求的嘛？究竟圆满的智慧福报，这是成佛就得到，得到就叫成佛，就这么回事情。那么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大家知道需求啊，知道成佛的好处。你用其他的那个，甚至佛教里面许多术语跟他讲啊，他听不懂，他没有办法去理解。你给他称为什么好处啊？你想不想福报啊？究竟圆满的福报，究竟圆满的智慧，得到了，那就叫称佛。实在说，他那个脑子里头成佛不成佛对他不重要，但是那个福慧对他很重要。他不晓得福慧跟成佛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啊。
第二句，奉师师长。我们晓得现在这个社会，师道逐渐逐渐消失。这是众生苦难的根源。人如果没有受过教育，确确实实，他的思想、观念、行为是很接近禽兽的。这个教育，特别是圣贤的教育，也就是做人的教育，人要知道应该怎样做人，做一个有智慧、有福德之人。做一个决定不落三恶道的人，那才叫做人呐！这个很要紧啊，这靠老师啊！如果没有老师教导，我们做人呢，看这个样子是像个人啊，其实不是人。大乘佛法里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个十法界，每一个法界里头都有十法界。这个我想，常常读佛经的人都知道啊，这是佛学常识啊。那么我们人这人间，有人里面的佛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出现在我们世间，不是人中之佛吗？有人里面的菩萨，有人中的声闻缘觉，有人中之天，有人中之人，这都算是不错的，还有人中之鬼。你们见过没有？我们常听，那个人呢，鬼头鬼脑，是不是？那是人中之鬼呀。有人中的地狱，人中的畜生。现在样子像个人，再过不久啊，他就要到恶鬼、地狱、畜生去报道去了。佛为我们说的这些都是事实。所以圣贤人教导我们，教我们做人，也就是说，在设法界里面，我们能够不设人身，死了以后来生呢还能得人身。而且的人生比这一生还要幸福，福报比这一生还要大一点。这是世间圣贤教育的目标。如果不接受这个教育，要想免堕三途，那就难了啊！为什么呢？贪心是魔鬼呀！我们自己认真反省检点一下，我有没有贪心？我的贪心严重不严重？
如果自己贪心很重，这个贪的对象不必去问，贪财、贪名、贪色，甚至于学佛的人呢，贪佛法，那还是贪呢？那不是讲对象啊，是讲贪心啊。贪佛法还是贪呢？还要到恶鬼道去啊？贪功德，那还是要到恶鬼去啊？别人做的功德，我做的要比他大一点，还胜过他一点。贪心呐，贪心、傲慢心，贪心再加上傲慢，这个修集的功德到哪里去了？阿修罗道去了。麻烦事啊，这都是没有智慧。嗔恚心堕地狱，愚痴变畜生。愚痴就是真假、邪正、是非善恶没有能力辨别。在现在这个社会，我们接触看到的很多。那么这些都是把圣贤的教育失掉了。古时候，一个小孩从六七岁就教导他做人的道理，做人的原则，中国古时候的小学教育，现在废弃掉了，所以今天这个社会才大乱了。我们台湾虽然富有，可是实际的状况呢？富而不乐，富了日子过得好苦啊，这个是冤枉啊。远远不如一些地区贫而乐，我们比不上他们。这是值得我们反省，现在还能讲一点做人的道理，还能讲一点这个孝道，只有在佛法里讲了，除了佛法之外，都没人讲了。是社会一般要提起这个思想落伍了，一般人都不要了，落伍。可是在最近我们听到了一个好消息，从大陆传来的，在大陆一些国家领导人已经意识到这个社会年轻人世风日下了，道德沦落，他们很担忧，就想到呢还得要用中国过去传统的这个教学，好的教学来教育年轻人，来培养底下一代。这一个醒悟我们听到之后非常欢喜，这个我们讲这个迷悟啊，这是悟啊，这个是一念觉悟啊。如果能够恢复伦理道德的教育，恢复教人处事待人的教学，这是我们国家民族之福
啊，所以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欢喜，所以就师道要尊重，尊师重道，这是讲奉师师长，师长的恩德在古时候跟父母的恩德是一样的，没有差别的，所以学生对父母的孝顺，对师长的恭敬也没有差别。在古礼里面，丧礼这是最重视的，父母过世了，服丧三年，穿孝三年，穿孝服，而老师如果过去了，心丧三年，在心里就是没有孝服。除没有孝服之外，哀其纪念这个心情跟父母没有两样。老师的儿女跟自己兄弟是一样，一生当中都要照顾啊，所以从前做一个老师，他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。假如说，他有学生，当然他也有儿女，他的儿子跟学生都是他教学，儿子考试啊，就考中了。中了举人，中了进士了，学生没有考取，他就没有脸见人了，社会上人都会骂他了，这个老师偏心啊，你看儿子中了，学生没中，他就不能做人了，所以他全心全力啊，要叫学生中啊，儿子不中没有关系，学生中了有面子啊，社会大众对他尊敬啊，这个老师认真教学，所以在整个社会价值观来讲呢，过去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。所以学生对待老师那种感情也不相同啊。所以老师对于学生那个教学的认真负责啊，爱护往往超过父母，所以学生对老师的恩德了一生不会忘记。学生要怎样报答老师呢？跟孝顺父母一样，老师对你的期望，在古时候，老师对待学生总是希望学生呢，功名能够成就，为国家、为社会、为大众啊，服务。能够受到社会大众的尊敬，老师就有光荣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他处世待人接物一定要遵从老师的教诲，不敢违背。老师教孝教忠啊，教仁教义，老师教你这个你都能够遵守，都能够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上啊，老师欢喜没有白教了，这学生真成就了，
这叫做奉事四等。啊，就是佛教的经典里面所讲的依教奉行，啊，我们才对得起老师。中国传统的教育跟大乘佛法都是建立在孝亲尊师的基础上，从这个基础发扬光大啊，在大乘经论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啊，尤其是菩萨戒经啊，佛教导我们把这个孝道发扬光大，从孝顺父母到孝顺师长，孝顺一切众生啊，所以整个佛法就是把一个孝道彻底发扬光大而已。不但这一个社会和谐，世界和谐，佛法所求的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无不和谐。这是佛教教育的目标。从孝经自自然然我们信德就会流露出来，那就是慈悲。慈悲一切众生，经文里面给我们举出一个例子，不杀。不是说除不杀之外呀，其他的就不必了，那你就错了。举出第一个例子，不杀害一切众生，不但要做到不杀害，大乘经上讲的不恼害一切众生，你要叫众生生烦恼了，叫众生不高兴了，那你就不慈悲了。所以四悉檀里面第一个世界悉檀呢，他怎么说？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，这是菩萨，这是真正的慈悲。那一个众生很讨厌我，看到我就生气，那我看到他赶紧躲开，他就高兴了，那不让他生气啊。这都叫修菩萨行啊。菩萨行在哪里修啊？就在群众里面修啊，就在处世待人接物当中修。依照佛所讲的纲领啊，佛给我们讲的是六个纲领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依照这个纲领修。布施是放下，不是说看到布施哦就到这个寺庙去捐一点钱就叫布施，这个大错特错啊。
那哪里叫菩萨行呢？迷惑颠倒啊！布施是舍弃，是放下。把什么放下呢？错误的想法放下，错误的看法放下，错误的做法放下，这个要紧啊！叫你舍财，是放下贪心呐、人都贪财呀、这个在一切贪里面，这一条最严重啊！所以举一个例子而已啊，太多太多了，一切都要放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的真心里面本来是干净的。禅宗六祖慧能讲得很好，本来无一物啊，有了这一物了，赶紧布施掉，那就对了。本来无有，所以这个心呢，本来是清净的。能大师开悟的时候，第一句话就是说：“何其自性本来清净。”你心里有妄想，有执着，有牵挂，有忧虑，你的心就不清净。佛教给你。这些东西通通放下，通通要布施掉。恢复你的清净心呢？持戒是守法，对人对事对物有一定的法度。规矩要遵守，所谓是事有本末，有先后，有顺序，依照这个方法去做，有条不紊，这是持戒。所以菩萨这个六大纲领每一条内容都是无限的深广，我们要知道忍辱就是培养自己的耐心，不管做什么事情要有耐心，处顺境处逆境，跟好人一起或者跟坏人一起，通通都是菩萨修行的境界。哪个境界好，哪个境界坏，没有，境界是平等的。顺利境界是平等的，十法界是平等的。菩萨眼睛里头没有高下了，没有优劣，因为菩萨是清净心，没有分别，他哪有高下？所以在这个里面，就是这《无量寿经》好啊，经题上把这个修行的总纲领就教导我们了，修什么呢？修清净，修平等，修具。诸位要晓得，清净是福啊，平等是慧呀，这是福慧就具足了。有慧没有福不觉，有福没有慧也不觉。所以觉里面呢是福慧圆满了。修十善业，
十善非常非常重要。换一句话说，十善就是十法界里面取得人法界的标准。你说多么重要。佛告诉我们，上品十善升天，中品十善就得人生，我们的十善应当要打个七八十分的才够标准的。下品的十善那很勉强啊，那还得看其他的助缘，中品的十善呢，稳稳当当的人生，修十善业，十善业必须要遵守，生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这个都是对在家同学说的。口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绮语，意不贪，不嗔，不痴。你能够做，认真地去做，福慧都在其中。你肯做，认真做，这是智慧呀。你所得的是大福报，决定不多三途。如果你不念佛，不求生净土，你来生享人天福报。来生的福报一定比这一生殊胜，但是学佛的人都知道，这个果报并不究竟。为什么呢？人到一享福的时候，往往就迷惑了。我们看现在这个社会上，发大财的、做大官的都是前生修的，现在他们在享受啊，享受怎么样？享受又迷了，他不再修了，他对佛讲的东西他都不懂了，你跟他讲他也听不进去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的福报享尽了，三途的苦报就现前了。所以人天福报是不究竟的，你决定得到，可以得到的，是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。佛告诉我们这些原理，告诉我们这些方法，依照这个理论方法去求，没有一样求不到，但是呢，都是不究竟的。最怕的时候我们没有智慧，一念迷失，这一堕落啊，要想再有机会觉悟啊，那真是很难很难啊。经典里面开经偈所说的百千万劫难遭遇，这个话都不是假的啊。再遇到一次好的机会能够提醒我们觉悟，不容易遇到。这个事情呢，实在讲我们仔细观察一下能够明了。你想现在这个世界40几亿人，多少人闻到佛法了？
闻到佛法当中几个人闻到正法？你这么样一观察一比较啊，你才晓得好难啊！啊，多少人的人生一生没有闻到佛法，一生不懂这个道理，啊，糊里糊涂过一生，来生又要搞三恶道，你说这多冤枉，这多苦啊！啊，看起来这些人哦，权势比我们大，啊，这个富贵一切享受都超过我们太多太多了，啊，自己在那里作威作福，我们在这里看得清楚，再过几年他上我道去了，哎，我们现在样样不如他了，看看前途那比他光明啊，比他好多了。如果能够认识净土，明白净土，修学净土，求生净土，那个福报诸佛菩萨都说不尽啊，啊，那真正是究竟圆满的福报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，啊，好，我们明天再见。